等等，我想到了一个酷东西。你看，像是我们的电脑风扇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风扇转接配件，那我有这个 Noctura。等等，我想到一个酷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。我忽然想到一个酷炫的东西，就是像我们这种电脑风扇啊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风扇转接配件。那其中一个配件叫做低转速安静线，它就是会让你的电压降低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不会让风扇哦坑？就是这一条啊，这有那个，所以我现在手上有这样一条 Noctura Low Noise Adapter， 就是低转速，应该是会变低转速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反正有一条这样的线，我们接上去看看。哇！看好了，哇塞，风速整个降低。但风速 ，OK， 好，的确是变安静，但是风速好像降得太低了吧？反正已经几乎没有风了，这样灯应该是会过热啦，我不确定。不是，的确是变得超级无敌安静，但是我们现在的风转速好像变得超低，几乎没有风。的概念就是可能电压变得太低了吧，我们可以稍微看看。哦，的确是装了这个线，的确装了这个线，风速，的确装了这个线，变得超级无敌安静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。就的确，好了，的确装了这条线，真的变超级无敌安静，变得。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但是我们的风的转速也变得超低，几乎没有风，所以这样300多瓦的几乎没有风的散热塔，我不确定会不会烧坏，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实验精神把这盏灯烧坏，看看到底这样的风到底是够还是不够。但是真的超安静，我们自己来听听看。